我是偶像团体 Special 的一员，大家都觉得偶像只要帅就好，把我们贴上有外貌没歌声的标签。但是没有人知道，在十二个帅气的外表下面，藏了我这一个歌王等级的好声音。组团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歌声。我妈妈是知名的歌仔戏演员，我从小就热爱唱歌，还参加过华人星光大道的踢馆魔王甄选。我曾经以为可以在歌坛闯出一片天，但多年的偶像团体生活、演戏、主持、工作越来越多，好唱歌的机会是越来越少。大家只是以为外表，歌手这个身份离我越来越远。但其实我真的好想，好想要唱歌给大家听。今天请大家放下外表的标签，找出隐藏在十二个帅气外表下不能再被忽视的好声音。各位观众乖乖坐好，仔细聆听，我让你们知道我是歌手。我是歌手，厉害的，有没有？而且 Andy 还用那个海贼王，是航海王。我是歌手，来被帅气耽误的好声音。城市唯一的信仰，相互凝望，让对方捆绑。哟，这个是虞姬吧？对。在那时候，简单的好傻，却有空间绝后快乐啊！直到现实。那浑身是伤疤，你在欲望面前投降，我在伤痛后面成长。帅度还在，对，还在，对，看得出他的五官。我平常都看西小瓜、小赖，对，好险，好险，你有来。妈妈是歌仔戏演员，是是是。哦，那这等于是师出名门呢，对不对？从小小时候有没有？因为家里这个如果是歌仔戏班呢，难免家里的孩子通通要上去演。多多少少，有因为在念书的时候，主任对歌仔戏很痴迷，所以他就特别为了我办一个歌仔戏社团。哦，对，那个时候男生们都想进篮球社嘛，我抽到了，结果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进歌仔戏社。来，许常德老师，原因在哪里？
其实你是一个企划型的歌手。企划。那今天你就把你妈妈的身份，然后你自己曾经在偶像团体的感觉，而且你今天又选了一首，哎，其实跟你这个打扮其实完全相反的一首歌在表现。但有假音。但是你又里面又设计了假音。对。其实你一直想要在你的角色里面有所突破，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。那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哦，你就想办法再强化这个地方。比如说你今天这个造型，对不对？就回去把假音练好嘛。OK。方老师重兵。我觉得他今天是因为太帅，所以要让人家注意他声音嘛。对，他今天弄这样也是很美啊。对，也是会注意他的外在，对，争取另外一个族群的认同。的歌仔戏迷啊，歌仔戏。我觉得他声音很高亢，对不对？他可能以前团体没有这样的歌可以适合他唱。哦，这个可能要再找寻了，好吧？我们先把他这个接面，以后我们再来慢慢聊。哎呦，哇，老师写了很多呢。哦，我写两个，写两个。徐老师的会的字会不多。哎呦，你写两张，那应该是很多字哈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爽，哎，啊，破，这怎么破跟爽，爽破，美丽，哎，再来呢，嗨。哦，哎呦，哎，为什么给一个破字？破就是他要突破啊，哦，突破，今天是很多。其实各方面的设计器都是为了要突破，突破之后就会爽。OK， 是这样，要爽，要美丽，要爽美丽。所以这个是老师给你们建议，也是你的给的第一印象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出来以后，我们再真心给他一个，对，看他是否能够在歌唱这条路上找到一个属于他的路，好吧？来，请变身，来。哦，刚好好有气质哦。哇，他往下走还是有这个已经上升了，走出去那完全有仙气，有没有？欢迎虞姬吉他。对啦，妈妈是演歌仔戏，是，对，所以你是等于是科班出身，就是科班，从小就对不对？耳濡目染，老师来给他建议吧。我觉得特色基本上就是你要突破一些大家的一些框架，比如说大家觉得这样不可以，你反而那边去做看看。哦，背其道而行，就是来一点不一样的。艺能界里面，你非得要标新立异，才能够突出了，才能够突出自己嘛。这给你建议，来，方老师。我就觉得刚刚注意到他的高音啊，我觉得其实现在高音的歌手比较少，对不对？现在对，如果他好好的发挥他的高音，然后一些歌专门为他的高音设计，这样可能就会比较对有自己的量身设计的歌曲。加油！先不要离开special。对。这是什么？因为那个团体对你还有一些帮助。先不要。好吧，谢谢明杰。谢谢。